今天我买了10斤的猪大骨，啃起来了就有香啊！先给它盖盖刀。哎呀，老板一点没把我当外人，上面钉这么多肉。你看这个骨髓，吸起来香。先将这个黄豆酱和豆瓣酱，必须四千克，蜂蜜、排骨，哎，哇，好，抽起来。少许的黄油，下水炖上，炖一个小时，给它炖烂糊了。哇塞，你看这颜色也太诱人了吧！看看浓油赤酱，今天我要啃个过瘾哦，完美！哇塞，这看得让人流口水啊！嗯，香不香？嗯，真香。那我就勉为其然来一块扇子骨吧。你这一块扇子骨漂亮吧？哎呀，你这一块个头是真的小。难怪我酱大骨是我的心头肉，真的太香了。怎么样？骨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就细管。怎么样？太爽了，你会吃。这骨头这份上还是怪难啃，幸好我牙快。哎，哥磨的没有了。你多少给旺财留，你跟他两个争什么呢？你看你啃的这么干净，他吃什么呢？我小山谷太牛了。嗯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算了，我讲个笑话给你。啊，你讲。讲的不好，恰饭伺候。这个唐僧啊，在石头上面画了一个笑脸。嗯。然后转头对孙悟空说：“你妈笑了。”哎呀，我又解锁了一个新翅膀。光吃肉有一股罪恶感，这样吃就不会了，对吧？嗯哼。你吃的是蔬菜夹心。嗯，还加了辣椒。哎呀，这两块定位了，吃饱了。哎，这骨头我拿个旺财吃去。你看，吓怕了。来，开饭了。就还有几块，我打算用方便夹给它装起来，一顿一个，慢慢吃。今天让老爹和老妈尝尝这个今年的头道大闸蟹。走，给他去镇上。嘿，大闸蟹放在里面镇，10分钟就完了。再来一点生姜，再来点葱姜。行啊，螃蟹也好了，黄豆出来。妈尝尝这个螃蟹和虾子。哦，不是先绑上，这样绑好了清凉。你在这看半天是吧？无从下手啊。把它先掰开，你看，先掰开，你看这里面都是黄。对。然后再吃这个里面的这个肉。这个抓的你都怪有肉的，还怪有味。这蟹没得什么肉，你看这个有肉，这个虾子。我来剥一个给你尝。兄弟，这个虾子我烧的特别鲜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肉都多。你看这个虾子，你吃一口看看。嗯，这个肉很多。嗯，虾子的肉多。喝口酒，他妈帮我抓这个就香哈。这边来个虾。嘿。哎呀，这个螃蟹和虾都吃不饱。妈，我不行，我得去炒个蛋炒饭吃。我老妈跟我老爹，我在吃嗨了，给他炒点饭吃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嗯，这肚子死了，都没有了。整只鸡给你补补，你看，一只鸡给能够装满哦。我今天搞了两只。哇，你烧的不知道给我每次烧的好吃哦。啊？爸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烧的小鸡，不让你连骨头都想吃的了。妈，吃不下去，别养虎们烧好哈。别香。三勺盐。你来点老抽。葱姜蒜八角辣椒，闻起来味道怎么样？看着不到，闻着怪香，不知道吃怎么样。加什么炖上？红豆酱搞一点。妈，鞋子去，我来烧。你掌握不了火候。我烧火吗？嗯，我来烧。好，那你烧。
在上面，实在这么像。哎呦我的妈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哎，小皮筋啊，给这个小鸡跳起来。来来来，尝尝我今天的小公鸡跳皮筋怎么样？尝尝。你在哪里起的这个名字？嗯，跟朋友学的。来一点皮筋。奇怪了，这三只腿啊，有没有可能是两只鸡然后还有一只腿呢？我今天整了两只鸡还有一个腿。我还想留着小鸡到过年呀。赢一个。哎呀，你怪聪明的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今天烧的这个小鸡跳皮筋胜得老八的欢喜。可能口味都没有。味道不孬啊，还喜欢。你看你这肚子还使劲吃，你看出来了吗？一个鸡腿下肚也看不出来，自己把一只鸡下肚这样子还行。嗯，妈说鸡肉喜欢，应该能吃动。我们的牙怕啃不动，我这个给大羊吃。嗯，吃两个鸡腿。嗯，那鸡肉吃不动，到你嘴里吃了。啊，吃吃喂。慢慢好了好了，等你养好了我再烧鸡。那好，我鸡烧也没得我烧的好吃。嗯，这你烧的是哪个烧的都好吃。同样啊，那干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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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只要有吃就管了。哎呀，最近降温了，喝口这个暖和的烟我是整数。确实的，给我给娃也泡两杯，这小孩子吃也好。嗯，对。那这皮筋能吃动吗？能吃动，能吃动。下回我再吹吹那个筋，看他牙高红。这个鸡，你干啥？你看，软了，这指甲也不紧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可爱美了。就喜欢编这个东西往耳朵挂，还项链、什么头箍，都整一套的。那那是半蛇皮口袋够了吧？不是，把这个装上，走，回家。回家。起下。起得白白胖胖的。好嘞，这一大盆啊，够吃一回。大杨，快来给我抬一下。我帮你抬。嗯。我的乖乖，牙这么来劲，都能抬动。啊，你不能弹，你不能弹！哎呦，你拔你啊！我咋不你呢？怎么样？哦，那拔去弹，拔去弹啊！哎呀，做什么这么费事？哎，你把切的怎么不讲了？全部给它切成小块。这种红薯啊，在我们这边叫紫皮山芋，里面的粉可多了，我得慢慢切，就要切到手上热了，不给它就今天吃菜。估计已很活了。红薯在破壁机里面给它打碎，一定要给它掐满。细碎，我这么大一个盆，准备给它挤得满满的，就像这种细粉就行了。继续啊！哎呀，有干劲！哎呀妈呀，整了三个小时，整的这个粉浆，这个红薯粉就是藏在这里面。想要吃它，还得到下一步工序，繁琐得很嘞。我跟我老妈两个准备两个做一个工具，这样套一下子，那给它夹紧，再想这样子给它套一下子。那个公子做个指甲。好嘞，老妈。粉给它搅均匀了。有一手倒进去，把这粉做细点，不会让你从那个牙缝那个漏出去。哎，果然啊，确实有机会。哎，咬牙都看淡了，肯定从来没看，他从来没看过。你们都看你都小，我第一次。美子，你看看，我妈给它盘成一个球一样，这么厉害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这话一点没说错啊。他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出来。怕有残留的那个红薯粉，不能浪费。此时的粉浆已经下来一点了，你看，这个还得沉淀三四个小时才管。好香！你个小羊、啊，五十斤的红薯，整了这么多碎渣渣出来。你看这下面白白一啊，都是粉。哇，这就是收获，棒赢！到了什么时候能吃上这个红薯粉？好话不怕晚，马上就好。像这个红薯一顿肯定吃不完，我们给它弄出来一块状的，给它晒干。哇，这跟我去年做的一样，给它放在这里晒干。
成粉状，这样更容易爆炒。晒干以后就成这种块块状就行。先把这个干粉放在冷水里面稀释一下。刚我说肚子疼，你那你来了，我脚丫就管。哦，这体力活。管，这理论上来说啊，把这个红薯粉和成这和和的这种粘稠状，你看一拉它拉丝。磕个鸡蛋，来一点盐，搅拌均匀。抗成饼咋也能填饱肚子。红薯粉浆，给它摇匀，烫10分钟。哦，对了，金黄酥脆的，你看。哇塞，你看这 QQ 弹弹晶莹剔透的感觉，看着就有食欲啊。这个有油有盐，就这样吃啊，实际上也老香了。Q 弹还有嚼劲。放五花肉给它煸香，煸香以后在里面打入鸡蛋液，放入粉皮，再来点水，来点老抽，把点葱花开饭喽，搞定，再来点花生碎就完美。哇塞，你看这诱不诱人？ QQ 弹弹。哎，那我怎么样了？哎呦我的妈，那不要自我里面去了，那、啊、好了。像不像？那给你。美中不足的就是里面少了点辣椒，所以我整了点辣椒油。嗯，辛苦的付出啊，还是有回报的。那尝一盘。哎呦，搞得还不辣呗？我这个牙片可能咬动哦。我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！应该能咬动。那尝、啊。味道怎么样？味道还不辣嘞。是吧？还怪好吃的。要太好了，快来嘛吃。啊好。等我一下先。啊，要吃好了。嗯。像不像？可以。嗯嗯，还有劲呢。那你这里面要是再来点烫，就更完美了。哎呀，这么简单吗？下次只要你喜欢，我再给你做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还得给里面加点烫。要就整了。把它干了。